半步的话，哎呦，这个很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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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卡住了。二号，胸部，胸部，他是胸部，胸部。所以诺曼要诺曼的 partner 是我们的 Sky， 来一击胸部。我指定 Sky， 指定胸部，直接逆水路。好，逆水平直接用掉。这边都听得到声音哎，真的很大声。换 Abby， 换 Abby， 换 Abby， Abby。哇，好精彩哦！他现在已经快要生气了。你们闪的好一点，不然你要给你们学姐造成麻烦。他会希望没有直接气他，没有会比较擅长一点，脚步会比较擅长一点。好，我要，我要，紧张，紧张，紧张。这个是三，一，头部，头部，他那是爆头，完蛋了，哇！头部固定，赶快闪，赶快闪。腰部 ，Sky 腰部 ，Sky 攻击腰部，啊！熊抱，下一个，熊抱，下一个，头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要胸部，哎，不对，没有，这个是这算六，脚步，他很擅长的，来了，腰，下一个，三号手部 ，Sky 攻击手部，哎呦。扛了！下一个动作，头部，不同招，不能用同一招。Headlock， 左头。下一个脚步，直接切，漂亮，下去。一个高空的阿基里斯箭，下一个还是脚步，高空的阿基里斯箭是怎样？就是拉起来的阿基里斯箭。我想到一块肌肉一直飞，拉着飞。下一个是，一个四只脚固定。那我再一次，好 ，Sky 要使出的是腰，一，头部。哦 ，Sky 好忙 ，Sky 好忙 ，Sky 感觉两位的火气开始上升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同一招？怎么同一招？没有 ，Sleeper 没用过。好，再来他了，这是气氛对了，这锁进去了。再来。哦，接下来等一下，锁进去了。好，感觉两位的怒气。等一下 ，Sky， 等一下，停，哇，这样扛进去了，这边两边开始打起来了吗？哎。check 还要活着，还要活着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要去急救了吗？等一下，下去看一下，来评估一下，先生，还好吗？帮我叫一辆救护车，要 AED 吗？对，要 AED， CPR，CPR，CPR。我们两个在讨论的，赶快把他救起来，拜托，已经没有心跳了，学姐。那你应该知道怎样来，我们确认呼吸道，压额，抬下巴，呼吸道畅通，准备，先确认有没有口臭，我吗？可以确认，赶快把他叫起来，不要再看口臭了，救我，救他，还有 CPR 是不是？在打比赛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今天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现场的擂台环节哦，来这边看这边，太精彩了！好，我们今天现场摔跤这边比赛由这边的一样，又是由 Sky 这边不爽，所以开始今天精心的比赛哦。这边是把 Carlos 这边先是 CPR 救我起来，之后把放在椅子上，这边对胸口的攻击，直接把 Carlos 这边一路压制。Sky 这边开始搞像不太爽观众一样，今天心情是不太好啊，明明跟两位正面一起上了节目，直接把卡拉斯是打在了地上。直接马上做压制，两下压制。卡拉斯不会这么轻松的放弃，一开始的这个作为只是在游戏上面的失利。在上次的对决当中 ，Sky 用自己的盾位较强的这一方面，在地水平的手刀当中重创了卡拉斯，但是这次卡拉斯肯定不会让他好机会。这次没有限定手刀，轮到我这边有优势的脚步踢击。脚步踢击连续重创对方的膝盖的关节部位。还你逆水平，这边是 Sky 这边惊人的操作。哦，针对胸口皮肤的打击。
这边卡拉斯在一开始的 CPR 刚回来，力气还没有恢复情况下面，马上又被对方做了一个手肘的破坏。现在这个针对手肘破坏哦，其实是要让卡拉斯等一下如果要抬他的话比较难抬，因为 Sky 跟他有体重上的差异。果然 Sky 直接动了加到霸凌之刃 ，Oh my god， 在这个现场木质的地板，哦，直接摔了下去。在我这个视角看到六七步躲得很远。这边身旁被波及 ，Sky 来的位置上面，这边马上又是一次压制。卡拉斯这边似乎还在找机会，趁机恢复自己的体力。但是 Sky 这边是乘胜追击哦，再次从背后来这边控制住对手。有压力，哦，这边成功，卡斯兵在这边挡掉了，这边反贴，这边伸手再控制住对方的脚。哦，破坏脚踝。闪过之后，再贴几个攻。腹部，哇，真的要来攻击，然后看他整个连击回马一踢走自己的腹部，漂亮的 super kick 直接到对方的下颚，把对方这个拉进，然后 super kick，Oh my god， 一个冲刺的 bicycle knee， 我的天，好冲击，来来，哦呦，但是这边我们要看他是成功的叫自己的伙伴，趴的是谁？趴的是谁？趴的是谁？下去了，去帮忙。快点，这边是你的时间。然后这边场外咨询一下，现在有观众说，现在 C 部要不要上台 speed run 一下？这边成功是 call 了自己的兄、自己的伙伴、自己的擂台伙伴。只有 AB 上台之后，这边卡拉斯马上跟他快速的商讨自己的战略之后 ，Sky 才刚刚恢复，感觉不太行吧 ？AB 丢了过去，又反转，对方 Sky 丢了回来，哇，反而被对方利用了一下。原来只有在碰到 AB 学长之后的能力大增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卡拉斯今天很赚，他碰到 AB 的肩膀。哦，但是轮到 Sky 控制诺曼，你想干嘛 ？Sky， 哎哎哎，你看这小子，哦，马上跟诺曼弄好了。不过是同一组 partner， 马上成为同一战线，在握手之后知道对方的用意。好，这边等卡拉斯恢复之后，这边卡拉斯想要伸出自己的双手，想要抱住他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那这样说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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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，OK。好，转过去，其实是你吗？不是我，再一次。怎么那么快？来 ，one two two， 这边再次的挣脱 ，Sky 不愧是在阴险机特别厉害，但是拿出自己的小恐龙，哇！经过刚才 Sentinel Marilla 的一个挑战之后呢，拿出自己相似的招式 ，Sentinel， Sentinel， 的招式出现了，哎，看来小恐龙的这个攻击力好像不太强，还是直接老招比较厉害，比克在这边拉了起来，哦，再次重装的卡拉斯，马上接了是一个压制，碎，在三下之后卡拉斯没有办法起来 ，Sky 这边获得了胜利，怎么每次都是被攻击下体啊？